欢迎收听《醉玲珑》第六集《万里星辰万里心》。夜半无人，清风不问人间幻言，流年抛却，自在青竹翠色间，淡淡穿绕流畅。星光点点，泼溅了漫山遍野，花间草木清香万里，浸染屋室，醉人心神。清晨悄悄推开门，来到院中，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依稀风摇翠竹的清响，反而更衬得四周寂静，叫人连呼吸都屏住了。仍是睡不着，虽然这两天都几乎没有休息，入夜之后他依旧无眠。抱膝坐在了横搭的竹凳上，他抬头细细地去数天上繁星，璀璨星光在广袤的夜色上拉出了一道宽阔天河，遥远深灿，无边无垠。秋凉如水，身上飘渺白衣如穿梭风中的云，被夜风轻轻抚动，带着飘然出尘的潇洒。人说每一颗天星代表着一个灵魂，繁星如许，谁能知道哪一颗是自己，来自何方，又去向何处呢？如今这缕魂魄究竟是谁？如此陌生的世界，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。面对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像天地突然全部陷入了黑暗，没有一丝光线，没有半声轻响，死寂骇人。这里不属于他，他也不属于这里，一切都弄错了，弄错了，却回不去。心底的悲伤泉涌而上，几乎灭顶地淹没了他，随之而来的是几近绝望的孤独。他想念父亲、母亲，一切曾经熟悉的人，甚至是李唐。李唐，他爱了五年的李唐，他的完美同他的世界一起轰然倒塌，倒塌得彻底而干净。泪水不期而至，潸然滑落，一旦流泪便再也不能控制。他抚在自己臂上啜泣，粮食来紧紧压着的那根弦断了，弦丝如刃，抽得心腹生疼。啾啾清明的夜虫似乎受到了惊吓，悄然收敛回生息，黑夜里一片寂静。不知趴了多久，他终于抬起头来，突然发现有一片高大的影子落在了他身上，遮住了温柔的星光。夜色似乎落在了来人的眼中，是那双眸带着令人沉醉的幽深，还有一种清冷的安定。清晨扭头避开，不愿让他看到他红肿的眼睛。那人慢慢地在他身边坐下，并不说话。好一会儿，清晨闷闷地问他，干嘛不好好休息？那人淡淡道，白天睡足了。清晨也不再出声，不知他站在这里多久了，哭出来才发现原来人往往并不像自己想象般的坚强。所谓坚强，不过是无可奈何时自我安慰的词语，其与痛苦相连，不离不弃。如果可以选择，他宁愿自己永远不需要坚强。心中凌乱，唯一清晰的感觉是孤单。他悠然抬头问身边的人，你愿意陪我坐在这里吗？好。那人依旧淡声回答，似乎根本未曾考虑。清晨眸中透着深蒙暗淡，你不问我为什么哭？那人的目光融进无垠的夜空，用他平淡的声音道，那是你的事。清晨扭头看他，忽而有些赌气，那你干嘛要坐在这儿？这是我的事，不变的无波无澜。那你愿意一直不问为什么陪我坐在这里吗？清晨心中空茫地问道，然而立刻后悔，
但已迟了。他听到他说：“好。”同样并没有考虑，他还是给了这个答案。这一个字似乎牵出了清晨拼命压抑的情绪，泪盈于睫，碎珠般的滑落脸庞，落在衣间。只是他执意仰头，睁大眼睛，看着夜已模糊不清的星光。那人终于扭头看了看他，道：“不管什么事，哭没有用。”清晨不想去反驳，只是下意识地叫道：“四哥。”声音中略有自己未曾发觉的无助。他想寻找一个认识的人，喊一个存在的名字，这样或许能抓住什么，不会陷入黑寂的深渊。那人眼底仿佛洒落了满天的星光，但是他甚至比那遥远的天星都要冷冽几分。他对他示意了一下，向他伸出手。清晨看着他略微犹豫，便将手伸去。他握着他的手翻转过来，手心向上，用手指在他的掌心中写了个灵字。我的名字灵。清晨默念，默默地握手成拳。他将手收回，带走了原本包裹着他手掌沉稳的温度。哭虽然没有用，不过你想哭还是可以哭。他望向他泪水盈盈的眼睛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听到这话，清晨竟然再也忍不住，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他的衣襟，失声痛哭起来，模糊中靠入了一个坚实的怀抱。而他就在这样略带陌生的温暖中哭累了，沉沉睡去。青竹幽淡，阳光半洒在地上，斑驳明暗，门前竹帘半垂，几只青鸟目在晨阳中蹦跳几下，啄食地上草籽落物。风过帘洞，它们展展翅，跳远几步。这如何能行？屋中声音略高，十一站起来，大步走向帘前，惊得青鸟匆忙飞走，叽喳一片。灵依旧靠坐在椅中，用那亘古不变的冷冷淡淡的声音说道：“再者，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天，必定牵扯到他，带他一起回去，也有个照应。”十一略微急躁：“这是当然，可四哥，你要我自己先回去，我怎能放心走？”灵压抑着微微咳嗽了一声：“我这伤一两天走不了，如此耽搁下去，前方恐生变故，此事轻重缓急你当清楚。你先回去，一是定人心，二要长征带兵来接，否则对方若有心，单凭你我二人之力，也难保清晨平安。”十一道：“就怕对方真有心，已经寻到此处了。”想必是伤势影响，灵一时没有说话，闭目稍歇，半晌方道：“那即便你再也于事无补，不过多条人命，反是你走，赶得及回来才是脱险之路。”十一皱眉，但也知灵所说的有理，盯着地面透下竹帘落下的细长光影沉默，随即抬头，当机立断：“两天之内，我必定赶回此处。”“好。”灵缓缓道：“自己小心。”十一答应一声，又道：“也不知他是否愿跟我们走。”灵幽深的眼眸往内室看去，他并非不通情理，说得明白，当会了解。去看看他醒了没有。十一转身迈入内室，却见清晨抱膝坐在床上，看他两人一前一后进来，似乎并无诧异之色。十一一怔，问道：“何时醒的？”清晨眸底清淡，笑了笑：“你们两个说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。”灵在一旁竹椅坐下，看了他一眼。清晨想起昨晚似是靠在他身上狠哭了会儿，脸上微有些发烫，扭开头去。
十一难得认真地对他说道，既然听到了，那可愿跟我们走？清晨略微侧手，垂眸思量，无意间看到灵手上的那串黑曜石，他心中一动。十一见他半天不说话，问道，可是住惯了，舍不得这里？清晨不料他有此一问，愣了愣，抬眼打量这竹屋，竹色青青，淡黄浅绿，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声，婉转悦人。他和他们一样，此处仅仅住了两天而已。十一又道，或是不相信我俩。清晨挑挑秀眉，看看十一，又偷眼看着灵，终于悠悠说道，我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你们要带我去哪里，为什么要跟你们走？十一似是想说什么，最后却转向灵，四哥，你看。清晨便也扭头看过去，见灵一只手轻压着左胸，脸色依旧苍白，想必是牵动了伤口，忙道，伤口怎样，疼吗？灵剑眉微蹙，目光停在他关切的眼中，摇头道，没事。清晨稍微放心，又道，该吃药了。灵并没有答他的话，反而说了句，我们不会害你。清晨静静望向他眼底，如水如墨的冷冷的黑，一泓深湖，无情无绪。他偏又觉得湖底隐着万千的颜色，耐人寻味。他起身坐到床沿，我知道跟你们走可以，但是……一转头，他对十一伸出一根手指，加一个要求。嗯？十一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加一个要求，清晨重复道，他不敢去惹灵，欺软怕硬拿十一开刀。你，十一语塞，稍后哈的笑道，成交。清晨三根纤纤玉指伸到他面前，三个要求喽，男儿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十一伸手弹了他的手指一下，我就当被抢了。清晨妩媚而又调皮地笑起来，笑得像只恶作剧得逞的小狐狸，看得十一频频摇头，他却一下子正色对十一道，反正事已至此，有什么危险我也只能和你们同进共退，方才不是说要走吗？既然四哥他要你回去，就必定是有道理的，收拾一下赶快上路才是正事。十一也收敛起嬉笑的神色，深深看他，随后一点头，我速去速回，最多两天。好。清晨道，四哥的伤你放心，我照顾着，不会有什么差错的。灵听他俩说话，用一种研判的目光看向清晨，似是从未见过他。这个女子冷静时沉定从容，忧伤时安静优良，嬉笑时俏皮狡黠，言行举止别具一格，清风静流底下的如云似雾，奇异的引人入胜，和他见过的多少女子都是不相同的。欢迎继续收听《醉玲珑》第七集《火海风波平地起》。